今天就是好人的朱家要来我这里参观。哇，美吗？美儿。哇，拍手啊！哇，你看他开始发了，好撩哦！这个好像好撩，好撩，好撩啊，好撩啊！哇，酷酷哦！对自己在骄傲。好酷。Good morning, welcome to my vlog. 我其实这间家已经弄好大概一个月了，然后好人的家人都没有来过，今天就是好人的朱家要来我这里参观，而且还有带上小魔芋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。我现在要出门去跟好人吃早餐，然后顺便买一些食材回来做一点食物给他们吃。买了好多东西回来，买一些饮料，然后一些肉片，等一下来一个小小的韩式烧烤。我这里的厨房不大，所以我要买的电器呢一定要符合一些标准，就是小又多功能，然后最重要就是颜值高。替俊多功能烤串机真的是颜值担当，你看它的颜色奶白色，很衬我的厨房，有没有？大家看，小小一台哦，它可以当烤串机、烤箱、早餐机、烤肉机等等的，而且价格便宜。你看它这样子小小一台，带出去户外啊、野餐啊，或者是开 party 哦，也不用担心一个机器不够用。所以今天 party 就要派它上场啦。今天想要挑战一下，就是弄这个厚塔。我第一次买这种 puff pastry， 我相信是很简单的东西啊。这个是我姐姐教我的，就是直接买这些 puff pastry， 就不用自己去弄那个蛋皮。然后我在 market 看到这个是直接 ready made 的这个内馅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膜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杯口。拔不出来，这个状况是正常吗？它有双层的，只要换上这个烤网就可以当烤炉了。它只有三个 setting 而已，就是烤盘、烤串和烘烤，直接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上面是玻璃盖的，所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你的食物状况。哇，你看它开始发了，好疗愈哦。我现在先帮他们交换位置，因为你看下面它是比较烘到上面那一部分，然后上面呢它就比较烘不到上面的部分，所以我打算帮他们交换位置。然后这个烘炉是非常的热的，但是它这个把手是镀金的，所以不会烫，真的是很贴心。好人的家人到了，我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来了来了。喂 ，Hello， 哇，很色色哎，很色色。Hello，Welcome，Welcome， 来，我来表演，我来表演，来来的这个。哎呀，我走开一下，哈，嗅到有烧焦味道，烧焦了，我这个，哇，不过前面这些好美哦。哇哦，头炭！哇，厉害耶！没有你，你看里面那颗，好像很成功呢。这个 master room 来的，对，这个是 master bedroom。对了，很美。然后有风景看，有太阳晒进来。谁到了 ？Hello， 博宇 ，say hello。睡醒啊，他。Say hello。全家人到了，现在做什么？现在我们做沙爹，它是会配什么呢？就是配这种黄瓜、洋葱啊，还有这种米饭。最重要的就是秀文酱油，花生酱。这个是其实我们是在那个哈江沙爹。所以你腌制有多久这样子？我去问一下老板娘。自己烤的它就比较新鲜。嗯，哎，魔芋呀。哇。可爱，你一个人在参观家？哇，博宇！哇！
西哥。哎，博弈金杯碧露。哇，美吗？美啊！哇，拍手啊！啊，这里已经弄好了啦，备好了。开始打啦。原来要他推进来一点。对，要推下来，推下来，原来是靠中间。OK， 正式烤了。哇，转啊！对，沙爹是可以这么靠近啦。如果是哦，你比较宽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这样子隔一个位置。我很想看它转呢。没有，还一层，因为还没有放完。哦，哇，还一层啊。OK， 收、so, ，我要转去烤串。烤串这里，哇，好疗愈耶！这里又可以看，这里有博弈专属的位置。我在干嘛？我你没有发现哦？你看它是360度旋转的，而且哦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无油烟的？真的非常适合，好像我现在住的这一种公寓，空间不大，可是你看完全没有油烟，在室内室外都非常适合，而且哦，它是本身就没有油烟，你看哦。就算我开盖，它开盖也是没有油烟的。然后我们用这个烤串的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加水或者不加水。不加水就只是需要加在这个烤盘就可以了。因为加水哦，可以保持它里面的温度，然后你的烤串呢，它就不会糊掉啊，也不会好像流失水分变到很干干的。所以你是喜欢比较鲜嫩的口感的话，就建议你们加水啊，就很 juicy。这个好像好凉好凉，好凉啊好凉啊，棘手哦，直接吃新鲜出炉的。沙爹，沙爹酱。花窗沙爹，真的是有这台机器，直接买那种生的回来自己烤。OK， 到我试了。哇，脆脆哦！对自己在家好。OK， 我要吃蛋挞。白老鼠，等一下没有了。哦，我听到手一声。哦，很好吃。哇，这样容易就可以做到这样好吃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下韩式烧烤，一起一边烤肉一边包菜来吃。哇，这小刀子要切很久，因为我们要吃 scallop， 好棒哦，烤 scallop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烤肉了，只要换一个烤盘上去就可以了。可是下面要加水啊。OK， 比如说你放进烤盘啊，它这个缺水灯会亮的，如果缺水灯会亮，你就记得加水。因为它是用那种蒸烤的方式来加热。烤肉片，哇，声音！你看，我们还买了很多的酱料，韩式酱料。等一下，我们再烤 scallop。来翻，哇，你看它完全不会粘锅，直接放进去。哇，你看有烤纹了。可以再加一些这个。哇，爽哦！因为刚刚我们吃了一些食物嘛，大家都还饱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Facilities Pro 看看。博弈，摇摇摇，摇摇摇，摇摇摇，哈哈哈哈！1, 2, 3 start。等一下七点他们来游泳。你除了调时间以外哦，你还可以调去这个长开这里。蒜米要烤一下。烤肉片，汉堡。OK， 现在来吃烤 scallop。就出这个缺水的洞了，所以我们要加水。
好人的家人他们就在游泳，现在应该是准备要上来了。这架机器真的是超棒。然后它的洗的过程真的是很容易，它是全部东西都可以拆起来了，这个玻璃盖啊，这个盘啊，这些啊，全部都可以拆起来了。只要你这样子拿开哦，你的这个盖是没办法拿起来的，自己关起来的时候，你的手这里顶起来，就可以打开清洗了。烤盘。我觉得这个多功能烧烤机真的是很好用，加上这个牌子 T 菌串碱呢，它是有超过12年的制造家电经验，很多国际大品牌都是他们制造的，像是九阳 Shop 等等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。我目前真的是没有在马来西亚找到这么多功能的产品，如果你们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到 Lazada Shopee 购买哦，因为他们现在做着优惠，这一台机器你领券过后呢，只需要279令吉而已，真的超便宜，而且是包邮哎，而且还有保价1年给你们。可是优惠期间呢，只限6月5号到6月9号而已哦。他们是本地货场发货的，所以很快就可以收到了。对，我还要推荐你们 T 菌的气炸锅，而且也是本地发货，1年保价，也是全马发货。吃饱了，他去做 gym， 我去做 gym 啊，去游泳。你哪一大 ？Sorry 啊，我不好意思停。哥哥呢？要回家了。哎呦，拍照笑笑。哇，识嘢哦，拍他会停步的。好耶！他刚刚游泳回来，很开心哦，在跳舞。现在酷酷了，应该是要睡觉了了哈。睡觉的。一整天没有睡觉哦哈，一整天玩了哈。拜拜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 ，so 好人的家人要回去了，有没有回哦？什么样子？没事。什么东西啊？要我陪你不是讲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要你陪我。寂寞啊，走啦 ，OK 啊，这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那一个这样美的寂寞我啊，拜拜了啊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这样子啦，拜拜。